先看你的呗。你不是也是掏老婆掏出来了？我这算掏老婆？你这算也算掏老婆？看那胖小看到了，看看。拿你好好。哎，我的妈呀！来大的包了。啊。是。你别说，这种东西护出确实很少见。冰梅罐子这种东西护出，老爷子家里，就是他，叫我们娘家里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老爷子的丈母娘留给老爷子的东西很开门，啥开门？康熙的冰梅就跟光绪。的冰梅差别很大，东西没有问题，很开门。那是磕了呀，不知道，我拿个紫光灯。打呀，你看，这东西不敢马虎。看好嘛，所以看好。哎，他有，因为东西对他来说有感情。对呀。实话，这是实话。对，能理解。对，所以东西对他来说有感情，就是，哎，他卖不成，这一看拿不行，无所谓，我就多跑一趟。没事。里边鸡爪。里面还有鸡爪。对，很多。哎，很多鸡爪。难。但是没透出来就没事，透出来就麻烦了。没透，你自己检查。老传世的东西几百年了，康熙到现在，你说呢？在家里一直放着呢。不容易，实话实说，能到这不容易。他最低多少钱嘛？他总得给咱们付嘛，咱给他报。不是，是这样，当时你和我说完价不是？啊，你就给他说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去年给了5000，不愿意出嘛。我说现在有个朋友报价6000。嗯，我家报6000。6000完了他，20不到。他觉得有点低。我说是这样，咱先把东西拿出来让人看一下。啊，出价是买家。啊，完了就是看完东西之后再说，但是。咱这低了，咱可能买不走。实话实说了啊，实话实说，咱因为咱兄弟俩做这事儿，咱都这只是小生意，以后咱有大事。我知道，咱做事都比较踏实。对，都一样。你为啥咱见一次面我就喜欢往你这跑？咱知道咱是一路人。咱不是、那个，咱是踏实做事的人，不是说为了这几件小东西那啥的。嗯，是这意思。我操，这老包浆老油泥了，我操！这一般这正儿八经老包浆老油泥，买不到。这我得，要是真买，我得拿那个拔丝，得好好拔。你拔它干啥嘛？那原味的不好吗？脏啊！脏的人有人就喜欢原味的。我不喜欢，你看这。你不喜欢，关键咱还是要出来。哎，我先不扣它，万一咱没买成，麻烦。东西很开门，没啥说的，就是里边鸡爪很多。鸡爪很多。咱现在挑毛病就是鸡爪，口炎倒没事吧？我这打不出来。打不出来也没事。你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，不是，你确定啊？嗯，你就是能刚打出来，那鸡爪纹的事。你想6000往下走点？我其实还想往下走了，但是我都给人大概走多少？你得让我心里有数呢。哎，我就6000就行了，我觉得，我也不往下走了。你看他愿意不愿意？因为确实很多鸡爪，这实话。大哥是这东西很一般。60005600能买成？6500加个几百块钱，老汉心里舒服点，因为家里还有别的东西。也是瓷器啊？家具啊，跟你上次说的家具。家具咱弄不动啊，咱弄不动让别人弄嘛，咱只要把东西，图拍出来完了，价格是别人弄，咱中间咱走一手就行了。这东西说实话呢，这年份是好，康熙的。如果他品相再好一点，画再好一点，轻松过万，过万了，轻松过万，12000吧，啊，12000，对，12000都拦不住。咱说啥呢？就买个年份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反正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你说的我也能接受。东西没问题，东西没问题，啥老啥老的？哎，我操，东西啥老啥老的？这就是康熙的冰梅罐，冰梅博古开花。你看康熙东西就宽肩膀嘛。好吧，你把这个收了。